接下来为各位带来，首先哦，首先先带来这个所谓的民谣组曲，在一路以来的二胡声当中，让我们静下心来，好好来聆听他们的演出。让我们掌声热烈欢迎二胡声的演出。
里面看里面仔细听，不要拖太久。精不精彩？怎么掌声这么稀稀落落的啊？我们二胡社呢，翁龙俊翁老师哦，也是本馆的义工哦，无私心的啊，吃一碗来教我们这个义工朋友们啊，来拉这个二胡啊。而且呢，利用什么时间，各位知道吗？利用每个礼拜一，就博物馆刚好休馆，义工之情的这个时间也比较少的时候，抽过来练习啊。哎，翁老师，你别夹在人群中，我认不得你啊。翁老师啊，来，我们掌声谢谢翁老师啊！